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咱今日咧，要阁继续阁讲这个风水真经。大家对这个风水真经啊，甲这四字啊，感觉真正清楚。风水真经咧，自古以来几千年来也无一部经，无一部风水真经。那么这部风水真经的由源的来源啊，就是讲。今年好一海年三月二四，就古历新历四月二三，好为了弘扬这个中国几千年来啊，这个妙法啊，公理众生就是风水的妙法。法界讲咱人所住的环境影响咱人的平安，一经好圆满有真大关系。所以本人就一生好探讨这个风水以后啊。二十多年以来啊，印证，哈，甲直接攻击神人啊，要甲三十万人才济，哈，28,000+已经。那么这个法呢，伫印证伫各位的身躯顶，咱的环境发降的，是真正奥妙。你讲无啊有，你讲有，果然无。但是你也相信你讲无，嘿，一定有诶。啊，你讲相信有，果一定有诶。这就感觉让我们真的不可思议。这中间经过很多信众弟子，很多人说，他就像放娃娃，像猴子，听说发生事情的时候，老师，你很准，你会吃锅，我会吃饭，中午也会吃饭，早上也会吃饭，听说发觉说，老师你会吃锅的时候，伊都无问题，有诶江山都起不了呀！一家咧，一家伙啊，外国是全拢教伊啊。这就是讲风水诶问题，咱卖讲以这个叫做妖言惑众，无学理、无根据诶说法啊，来扰乱民心，那安尼都唔对起啊！好，这拢是有招，宇宙观，风水宇宙观，就是宇宙间诶一头啊一头月亮月亮，所有诶星体互相相调和。我做风水宇宙观，我即系最近咧写出只风水宇宙观，和各位下代咧，详细来研究。那么风水真经咧，咱为发挥咧，诸佛菩萨咧，咱咧往常都做贵族神师啊，啊本行啊，伫正月24日啊，来讲起来写这个风水真经，对这空界，天界空界咧。因所传出来的，我一一的甲写出来，写出来，甲咱有缘的十方善知识啊，共同来探讨，为着这個社会的调和啊，社会祥和啊，咱来共同来付出这个力量，啊，共同来付出咱的智慧，啊，共同来为保护家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呢，来帮助他人，安尼是咱的研究风水的这道理啊，好，这个法呢，那。咱就袂是骗去啊！那无只，咱会变成一个术，一个术，江湖术术的术。这术啊，一时啊，都是无根据，干那凭着家己想啥讲啥，啊，讲到尾前后讲袂合，安尼扰乱民心，这都是唔是真正确的法。好，咱来解释啊，将这个风水真经呢，生活化来讲，是咱应用是家庭啊，无论咱的国家的环保嘛好，国家的。种种的社会问题啦，囡仔问题、经济问题，相信拢一直减少去。这是我本人啊，真正希望的。
希望中共咧闹赢只吼，啊，到各个闹时间啦，咱尽量来个来个中共来弘扬这个法。最近呐，吼，这里有一个先知识，吼，这先知识啊，伊就扶持咱这个风水的法，所以拿靠风这里阳台风水的风法的时啊，传法的时啊，吼，你几啊个咧先知识咧。拢极力来扶持、来弘扬咱咱风水真经法，发觉风水真经呢，啊，这里会当利益的众生，所以全力来扶持。那么全力好扶持呢？假使呢，这里一家呢，伊有一天有需要，咱这个伊来个到扶持的时，我嘛是会真正所有众生、有缘的众生，我咪个扶持就对。共同扶持，那么扶持是扶持谁呢？唔是扶持个一个人。扶持咧，这个真经风水真经，哈、哦。咱变成风水真经是安尼来吼，甲乙丙丁戊己这里去，哈，心甲无量数的众生呐，哈，无量数的众生入去。咱若共同咧，假设一已经扶持这个法，啊，这个法咧，诶，推动者咧，这个推动者是甲，推动这个法，啊，甲伊诶甲诶立场咧，嘛是徛伫遮，嘛是众生，这个法咧，对是甲来咧，这个参悟咧，来写出这个风水真经来，啊，这个风水真经来是啊。啊，那么甲写完以后呢，就爱回转来做众生，做众生。那么这中间呢，一呢、丙呢、丁呢，拢来扶持这个风水真经，因为为利益社会、利益百姓、利益国家来扶持的时候，甲嘛爱扶持，甲嘛一定爱来扶持这个真经，所以共同扶持这个法啊，共同扶持这个法，好多这一天。手，大家总行起来，总这经啊，总行起来，好、哦，总行起来。我说这天，这拜这天，这天呢，这的这天呢，这大公无私的天，啊，这风水真经啊，是直接来利益众生安得出来，归来利益众生出来，好、哦，利益众生呢，那么咱共同所有来扶持这个法，那么这叫做什么呢？咱所说叫讲的。生命共同体，生命共同体。咱你懂不听的？生命共同体，生命共同体啥意思呢？比如话，我一个国家，一个台湾者，咱大家规个来为着这台湾来打拼，吼，来努力，这嘛是生命共同体。好，这天。这嘛叫生命共同体，但生命共同体呢？一个国家有当时啊会去妄占的，会灭的。但是一个法永远都存在，永远存在。所以咱啊必须要依法不依人。各位爱了解这点。依法不依人呐、啊，依法不依人，依到什么法呢？现在咱团结的法，依风水真经的法，依照风水真经的法，所以依法不依人。你慢慢啊，要依老师，老师有当时买偏去，你做有当表现买偏去，有当时买做未到，这人有受环境关系会缩掉的，但是法呢，这个法呢？妙法大无敌的法，伊是永远存在。不管你换几千万个这个皇帝嘛好，换几千万个这个人啊，吼，也是传承几个祖师传，拢是人会死去，会害去，因为咱身体灭掉，身体灭掉以后呢，吼，那么这法啊，嘛是老了。所以人啊，人，吼。这个体哈，一个体，一个心，啊，这心
心即是法，哈、啊，体就是色，就是气，哈、啊，色即即是色，哈、啊，即个，咱的心心法都是气，哈、啊，啊，即就是即空气的气，哈、啊，即、这个气，即、这个气会变动，空气的对流会变动。但是这个气就不生不灭，这个心，这个法，这个法，这是不生不灭的。不生不灭的法是永远存在，所以法是永恒，法是永恒。好，气这真气是永恒，心嘛是永恒的。好，但是这个都是不生不永的，随时也消灭。的生灭、生甲灭会造出来，所以这生灭法也是消和长、消长。好，那么这是那，所以咱这人啦，伫世间啦，咱的上天啦，伊甲你讲启示，对这人的甲你启示这两项。各位啊，唔知捌去详细研究人是啥嘛？人所具备的条件是啥？哦，这就是讲咱人啊，这人。你世间呐，还是人个歹做的样呢？人是爱依法，爱依这个法。世间法就是法律，依世间法的法律。但出世间法呢，大宇宙虚空法，大宇宙虚空法。所以啊，我才讲，咱呐共同爱护持这个法，那就生命共同体、生命共同体就无分咯。好、哦，各位啊，爱了解这个。我今天要传这风水真经啊，就是咱这生命共同体，所有人类生命共同体，生命共同体啥？华呀，华呀，好，所以我今天这里开场呢，啊，都把这法的功法够了解。那么大家呢，有缘啊，共同来学习这法。那么呢，来教这些话呢，都是讲一体。但是这个一体呢，不是咱一般人所讲的一个小团体。不是小组织，亦非大组织。好，亦非大组织，这都不是。若是讲是一个组织者，咱人。落入内底，无这无智慧，可能的人生，哈、哦，所以也无大组织，也无小组织。那么存在于哪里呢？存在呢，就是法；存在于呢，就存在于的法，也是在法，存在法。而存在法呢，叫祭天，过来就祭天。存在的法是祭天。是大公无私的法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啊，依法不依人。你若讲啊去寺庙拜拜，你拜佛祖都，无一定爱拜人，爱注意。哈、哦，你若拜了人了，有诶真正伊法咧无符合你，到尾你扰了你的心。昨日，哈、哦，咱一个信众伫南部行无起来了哈、哦，啊，伊都真侪年前，啊，听到讲，可能未顺啦，家里未顺啦。啊，就去请教什么人，哈，什么名师，伊就讲哦，恁祖公拢无，啊，厝的神明嘛拢无，叫个某人等你大海钓，啊，某大海钓就爱阁换用伊个，爱用伊个哦，这某人伊金身，啊，都请倒来偌济钱，请倒来呢，我无偌久就讲哦，恁家的这摆采的金身只嘛是无啊，啊，就伊个个请倒转去，钱留咧啦，金身我摸倒转来。这是依人不依法，啊！这么在挨挨杂杂，跪咧靠老师你救我，我要来救你。好、哦，我的情形就是，啊，这伊的情形就是讲，伊这个神明去做神明去，哦，去学插头啊作弄的，啊，你无智慧嘛？若是心，你有祖先者，
咱怀念着咱的祖先就好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说哦，叫你做大日海底啊，啊，你再过来摸一下，你是吧？这嘛是唔对，拢是柴做诶，土做诶，铁做诶，咁就一定安尼都对，都唔是魔啊。心偏者拢是魔，心不安者是魔，心有所贪者是魔，心所有恭敬，心是有所慈悲心的时啊，拢是佛，拢是神，拢是圣，拢是咱的主。哦、所以耶稣啊，按手开开，叫人看看心过来，咱的心才无输呢，看咱的心都无输。哦、所以依法不依人呐、啊，咱风水嘛同款。厝里的风水呢，你着以这个厝一环境，哈、哦、来啊该清气就清气，无该清气的你就无法都无清气。啊、哦，比如讲啊，咱一个变数化困，咱着该好病就好病就好啊，啊咱就无必要创良病。哈、哦，啊是嘛去中央，那以这个法那个悄悄，免讲啊无人讲的哈、哦，你经过哪无人讲过变数在遐就无要紧啦。这嘛唔对，这依人呐、啊，依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无人甲你讲这变数，无要紧啦，嘛唔对。才十七八年前，吼、哦，熟识一个信徒，啊，算朋友啊，朋友，伊就研究研究地理，哦，伊有神通，啊，现现呐，伊朋友的一本风水啦，蒙牌啦，都对于高压电的电条啊，对，差不多10公尺，都对了呢，蒙牌开始比了。伊就足烦恼，就找新迄新生去。啊，伊去伊咪依法了，伊讲啊，阿囡仔，我话话你甲打了都无代志啊，我打了都无代志啊啦。我讲，等下问我，我会丢神丢神。啊，这条都我风水吼，讲符啊打了无代志，照咧，照念念么的扑去就无要紧啦。我咧胡说八道，伊这我咧讲，这个人都现在都无厝住，心都未安咧，要倒一个有啥物酒店店都扑伊，啊，这规工酒味当当咧，叫用酒甲你扑，可能会遐会走会翻啦，用酒扑，好个念酒，哈、啊、有哩，我讲你吼，叫你关起来，啊关起来，人头壳啊，左身的头啊，别一边，别哩啊，直接对，所以讲呀，咱的左身呐。那是风水，面头前对出来金金啊，且40-50公尺以内呢，对着条啊，啊日头影会扎着，迄一定关起来，紧来关起来，直直正对对起的是关起来，迄种头壳拢有问题啊。吼、哦，这个发，这个发都是，这个袂使的，头前都电条的，你要什么方法，我个大一条符来解决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咱甲孙，咱咧一间厝，我徛过徛安尼，面头前咧对对对一个大枝条，下去吧。那么怎么办？身边啊多啊，身边啊出钱。啊，这个厝搬袂走啦，上好的一个法啦。我顶下讲个，门头顶挂一个圆镜，圆个镜，超只只在10外号多啊。啊，镜中啊去点一点红纸圆啊，红点多，你莫规日砍起哦，砍起唔得啊！要迄个有啥物喜事？吼、哦，去看袂镜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安尼就发，这依这个发就破掉去嘛。所以依法不依人，卖讲马起来，我来讲话就好啊，迄无可能，各位爱正常，爱有智慧认识。若是咱若要安尼讲讲，咱有因果；，咱若要安尼讲讲，哦，我来讲讲就好啊，煞有因果，爱注意。吼、哦，这是一种提供给各位了解的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咱共同的依法呢，就是祭天、祭天。依法生命共同体，吼、哦，依这个法啊，咱护持这法利益众生。但是咱人在心灵世界，吼、哦，或者咱的精气，咱的心灵世界，咱生命内底精气啊，精气炉中间啊，因为炉中本来的气是沉静的，吼、哦，若是一直就是一直将这条都注入同款的元素，吼、哦，同款的元素的时啊，的能量啦。精气啊，吼、哦，咱人的精气就是咱人人生的体验嘛。咱在咱这路中啊，咱生命中间，咱心中间啊，路中间的精气，生命必定比较属于单一元素而已。
一旦路中诶，若有任何其他无平常诶，啊是其他要素来，佮无共款诶属性，无共款属性即元素侵入诶时啊，必然迄个时阵一定有两种现象。我先念完，然后再讲过来听嘿，两种现象。好，第一，哈，第一只是影响不了路中诶真气，而自行归于平静。第二个，会受外来的杂气啊，外来的乱气来扰乱伊，而自此兴风作浪，乱了路中的血主灵这精气，三生爆炸，三生爆炸。就是咱一个人伫世间，一个人伫世间啊，假使一生拢过得真平平顺顺，真平平顺顺的时啊，吼，一旦若有其他的因素入来时啊。有两种现象，第一种现象呢，你我你啊，原来我都只摆清气真清净的时啊，你若有觉悟者，外来告诉有啥物喜怒哀乐遐个歹物件，走入咱的脑海内，但入咱心肝内底的时啊，咱嘛是会归于平静就对，单一元素，若是啊有外来的元素，其他的原因。比如我拢干呐看好的一面啊，但项代志拢希望看好的一面，所以我心内呐都充满着好诶。啊，无歹的观念存在，无了解啊，其他社会各人思想无相像，思想不一样，见解不一样呢，表达方式无相像的是啊。啊，你自然呢，你心内呢，你也真平静，骨卡骨热哇嗨咯，兴风作浪，未食未困呀，吼，屋企吃啦，艰苦坐挂啦吼。啊！家己安尼嫌要死，嫌要得跳楼自杀啦，迄就是乱气啊！这点就是咱世间末了个烦恼正菩提宝贵。咱人伫世间啊，若无只烦恼啦，一旦发生代志的时啊，必定我都接受，真正会自杀的。会自杀的两个原因，第一个自杀的原因呢，无法度接受过打击的时啊，伊自杀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？伊就看伊个，感觉真正平静啊，真正平静个是，熊熊来一个打击，伊就自杀。这两种人个自杀啊，无论单是种个自杀啊，拢唔是解脱，拢唔是解脱。若是若讲啊，这是解脱个事啊，系我咯，有你这件代志。解脱是只有这个壳单调尔，没用尔，并无解脱。咱个心无解脱。三年前，哈，我一个地主，啊，一查某囝，啊，都，敢那，当作是要自杀，啊，伊个就是爱一个人，爱袂着，啊，这个人，个烟头，啊，这烟头，这个呢，啊，伊都阁有某啊，啊，就是这个爱，这查某囝呢，伊就是讲，发生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这个警员吼，咪警员，也是朋友啊，加好加斗三工吼。解决伊个问题，解决掉诶，解决煞爱着伊啊，那系啊，啊，着路电话拢去共，一直直着路电话，路电话，上班嘛路，厝嘛路，路到人厝家庭不宁，吼，这查某囡仔真为难呐，好，啊，那么这查某囡仔呢，就开始爱一见就钟情，啊，直直五年外，人无法度接受，啊，遐都无甲起烦呐，啊，就来个话要自杀的死。黏在手啦，挂几下绳，挂几下解，啊药啊就吃啦，啊就来就问我，伊老师，我有可能解，我都达成无，我无可能，好，人已经有某有囝，你无应该共踏入这个家庭内底入，好，你只爱负因果责任，因果但是，我都爱着要安怎啦，我爱着要安怎啦，我跟你讲，爱着要安怎，我要安怎？我若无爱着，我啊，你要家己较忍耐呢，较看破后世人，看有机会无？后世人我未堪要等啊啦，伊讲后世人未堪要等你啦。你去看，好，哎呀，干咩啦？过无偌久啊，过三个月咧，啊，就有一天呢，家己自杀啦。啊，食药啊，食药，食药，伊家己外口睡厝，睡咧，啊，都困咧，都趴伫咧咧，哎，了药食了咧。啊！怎啊？拍你迄个都桌顶，啊！死三工去啊！迄个臭血水流出来，做人啊是啊！然后厝边啊才知，
再去看去啊，拢乌去啊，血水人，这水拢流出来，臭啊！啊，死了后都过一礼拜嘞，伊阿姨啊，吼啊，都走来，走来来问一个代志。那只代志我奇怪，某某人那跪伫天公路外口，跪伫天公路外口要求道。我某某人呾呢，那伫外口，那无叫啥？哎，我都一礼拜前正正死啊，自杀啦！我咧奇怪啦，那是天公路外口跪啊，结果迄阵我看甲伊看煞无共款啦。我又看到天公路，我都看一个人跪伫天公路外口啊。我啊，伊才讲完听啊，讲这伊会发生自杀的原因。啊！伫遐哭求道，我发现都地主有缘，我好难入来啦。啊，爽者吼，规间臭烘烘，臭咧酸开，味足酸诶，人死咱死去咱臭地巴咧，吼足酸诶，臭烘烘。我啊入来就跪伊面头前，我讲你有解决无？你自杀了，你有解决无？你有烦恼有解决掉无？无解决。干咩我无安尼？吼、哦，啊！在年底上紧发挥，要叫你老母来个安一个，互恁位啊！你先住只山路老所，恁住只山无要紧，来下住只暗时袂找恁，找恁创啥啦？吼、哦，啊！都皈依的，吼、哦！啊！我只甲你超度，啊！你这代志就衰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唔是讲，并唔是讲死了后自杀，啊了后就解决了，无解决。昨昏一个地主来皈依。啊，伫遐拄好咧，才一个月前啊，啊，拄好一嘛就伊去自杀咧，自杀咧，伊经过一班桥，跳起好哀，跳起好哀啊，好哀咧，开始就气胃挂了，开始就吼，我安尼拍昏头，安规眠无困，安尼遐个裤装啊，安尼，啊装起来咧，家己嘛唔知怎报，家己装对只起，暗时母一人躺，遐潘师兄叫母一眠，母一眠哒，无哒，啊无得好困，啊都大电在跳。啊！你带咧跳咧，要求多啊！第二天来看，我好啦，无安尼吼，既然你都安尼，吼、哦，有这个缘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借人的体，我咧，我你嘛较好心的，你借人体，你点点来都好啊，你都这人家母啊，扑不掉。我扑着，啊！这来，啊来的是啊，吼、哦，伫餐厅遐，吼、哦，一跪咧，我啊，哦，真艰苦，唔知要安怎，暗时困袂习惯啦。我好啦，无你六月十九来皈依，你来皈依，带来皈依，我咧甲你带来皈依，啊，等下怎好呀？啊，昨来皈依，等下就开始无咧调啊，无逐工咧调啊，咧皮皮喘咧。嘿，有个人吼、哦，都较作孽，灵魂呐、啊，死去的时候，伫人身躯打咧，都打掉咧啊。哦，迄就要求多啊！所以咱人一个人啊，那到时现象，那心灵经过各种的问题、各种的打击，也是试验、体验的时啊，咱有法度才有法度成佛，成就能才能成佛的意思。佛就是智慧，成就这大智慧。你若无经过打击，无经过这，就无法度成就大智慧。因为食饭下中打天烂烂，打天烂烂。啊，即摆囡仔就是安尼啊！即小朋友咯，好体验足少诶，好逐工顾，上下班逐项顾，顾家安尼哦。啊，惊伊受着伤着受害，啊，若互老师爱伊，叫要这手甲拍两下，好老爸就足甲下课，可能要摸咧，着老师摸咧啊！即个害死囝尔，害即个囡仔尔。即违背伫天上要来出世，违背伫天上要来世间投胎，互相受约束。安尼看。做老爸，比如我甲我囝过去生啊，吼、哦，有这缘啊，咱就缘好后生落来，我伫天顶我落来，我会生一个说，吼、哦，互你来投胎，你做我囝，但是你爱送我转去，你爱送我转去，我有一天我死了后咧，送我转去，我甲你净土，唔是该跟伊山顶，跟伊山顶咱倒粪扫尔，跟伊山顶待着咱倒粪扫尔，爱超度，超度。当一个人啦、啊，都死开始死了后的时候，心灵、精神啊，会感觉真惊吓，真惊吓不安。不安的时候，做人囝啦，咱就讲一挂道理，互世大人听。
讲一下互咱听，咱心安的，咱就静静一直伫开，一直走，一直心安，是这目的。若是讲啊，我即摆囝直升、直升、直升咧，升到尾啊咧，一个囡仔咧，空孤，无爸、无爸、无老爸、无老母的观念，无社会的观念，无人甲人中间互相相帮忙的观念，那造成最后咧，这个囡仔咧会妄想哩。啊，咱若是大人咧，妄想，互囝妄想。照讲是应该，那安尼吼应该，但是违背着因果的问题，后生一定爱过来，一定爱过来一遍，啊，就是磨磨到过瘾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来世间呐，吼、哦，囝受即号即正话，好正话，好尽量去受尽各种去体验，伊体验的代志，但是伊体验的代志，甲咱讲，咱唔好甲否认掉。因伊体验的问题，咱毋捌体验过，捌体验叫国看讲互咱听，讲互咱听咧，这就是真真正正，后头一种修行嘛，修行。囝的困难讲互咱听，咱无体验到。咱来世间是要体验世间的艰辛苦境，在艰辛苦境内底咧，来练这个真气的路，提升咱内在这个丹金丹金刚自性，咱的真气。好，直直，感觉今仔直较光起来。一旦有一天业力现前浮出来时，咱有法度控制好家己，才袂砸踏入消极的人生内。原理是安尼来，所以啊，咱成囝呢，即违背天理，爱注意。但是咱唔是讲唔去听囝，关心伊、照顾伊、看伊，拢应该是约束的。但是呢，吼，囝那违背着人间的道理的时啊，咱啊，假使呢，嘿，替伊要替出去的时，确实真无好，这是真无好的现象。有一天呢，因果轮回会伫咱身躯顶，迄阵爱哭爱啥拢无路用，爱注意，这违背天理的因果，违背咱内在这个互相约束。所以，咱的世间呢，所有一切的这个。艰辛苦境，也是欢喜的代志，拢是伫提升咱炼丹、炼这个炉、炼这个丹。原因就是安尼来。这就是讲，这即是一个人的一生中无拄到这个困难啊，或者无打经是平时啊过着平顺生活的人啊，应该特别注意咯，爱特别注意咯。你知现在呢？最近啊，有一挂政府推动做义工。做义工是足好诶，去病院看啦，看人诶艰苦，吼、哦，啊去迄个环境去学校去做义工，吼、哦，一点钟两点钟咯，去看别看人，把家己诶心啊，一直拢甲认为讲家己真正有诶人，我真可怜，是安尼要骗我，佮无想到咱拢骗人，吼、哦，咱呢应该爱了解讲人甲人中间所发生诶代志，迄着去体验，所以咱尽量去做义工。有当时啊，咱在做事业拄到困难的时啊，感觉心足烦，我建议各位做义工，一点钟、两点钟、半工，放掉就放掉，去病院做义工，啊是去庙外去呐，你要送人做义工，啊是迄个什么单位，你做义工，扫涂骹嘛好，我相信你的人生会体验出来，哦，这就是咱真真正正的修行的妙法之家，哈、哦，咱若假使一个人一生太平顺的时啊。还是爱足注意，足注意，足注意。因为我经过几十万人，直接安尼咧，吼，经过咧，那足顺势啦。一条老师，奇怪，我都无应该会安尼哪安尼，无应该会安尼。我想讲你无应该安，我你应该爱拖拖拖啦，你爱足轻松的咧。伊讲我那哪安尼，伊讲那安尼你讲遐咸，我讲遐咸，是啊，我咧应该咧，你吼干那食饭啊中。认为讲世间的事，你今日你个上敖，你家己上敖贪钱，你咧别人都无把别人看在眼内。伊讲啊，莫讲较歹听啦，哎呀，过去啊，莫讲嘛，这都唔是讲较歹听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咱人啊，伫世间家事呢，拄到即个逆境的时啊，向内检讨，向内检讨。好、哦，昨昏啊，即个讲，我吴树业这弟子啊，干呐卡酸哎哎杂杂，吼艰苦卡，安尼安酸酸到袂行路，安尼行路歹卡。我讲老师你也灵了，我只买个衣，吼你家己去过，吼、哦、你讲，咱那人的身体正，辛苦疼的时啊，辛苦抽疼，神经疼，一定有业需要检讨，爱反省。所以咱观世音菩萨生日啦吼，圣诞，
坐大殿了，坐嘞，坐嘞，到家己反省兼忏悔，一直忏悔、忏悔、忏悔，嘿，啊，都目屎流流嘞，啊，起来煞好呀，足俗个，半点钟赚几啊千块，啊吼，了你用伊，你嘛爱赚几啊千块、几啊万块，才医袂好，嘿，半点钟赚几啊千块、赚几啊万块，我减少烦、减少痛苦，咱人个神经痛、脚痛，没有行道。脚痛，无去行道嘿。啊，那手痛是啥呢？没有去，嘛是无去做，吼、哦，无去做。头壳痛嘞，无去忏，嘛无忏悔，无去用咱的四，咱叫做五官嘛。五官痛的时啊，咱嘛无去静心去体会，干那苦苦种，苦苦种，吼、哦。一旦一啥人阿痛嘞，咱的护法神、守护神嘞，就对身边，甲你牵，甲你扭，甲你带，互你去艰苦一挂。所以咱这人呐，破病嘞。上好的方法是忏悔呀，好啦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啊，甲伊地主讲，伊地主啊病甲足严重个时啊，伊甲真怨叹，怨叹讲阿哩伊是安那，啊释迦牟尼佛来讲，咱人若伫破病个时是上好个休困，是上好个修行哦。咱人若伫病时，即就袂去撞鬼，袂撞鬼呢，啊咱就袂做，袂做。咱迄个时阵呢，啊利用咱好好啊反省。今日以前过去呢，啊去忏悔，对唔对？啊去人心内啊歹势，心内就歹势，对唔对？做一个整理，假使你身体作用直栽直撞直撞了，无个落嘞，哈，唔是好现象，爱注意，唔是好现象，好、哦。所以咱若破病一时啊，都是伫反省。咱若假使破病人一时啊，咱家己爱检讨以外，咱要看人看病人啊，爱有一个准则。我当作甲地主讲啊。若要甲我看，我破病，你逐阵莫来甲我看。好，啊，你莫破病，要怎挂来华家？挂过去，若要挂华家嘞，要挂华家嘞，你普通好好挂来华家，我食会落。好，啊，破病我食袂落，加看加烦恼加伤心，啊，加伤心病愈严重。啊，你来坐愈讲愈济嘞，我无时间无气来甲你讲，无讲又气歹势。啊，甲你讲的时嘞，我无气力，无再落困。所以啊，要看病人吼，爱家己吼，稍微注意咧。吼、哦，我唔知我老母即几天啊身体不好，脑筋稍微血稍微淡咧。我讲阿妈妈吼，哪有人来你安就好啊，你都莫阁讲啥，合掌起安个安就好啊。吼、哦，你若阁讲的是加费精神咧，费精神咧，加讲啊，加讲了，加讲啊，话牵人补数都牵愈长咯。哎呦，你安尼，你伫遮可怜咯，你安怎？哎呦，你愈伤心，愈伤心就气火愈激，愈激恼去，系啊，未收山。所以各位啊，恁以后啦啊，老师破病了，你莫找我，吼、哦，啊莫找我，啊我互我好啊安静休休困去反省去检讨去忏悔一下。人一病一定有业，业力够啊，业力够，吼，业力够，脱小的人到位啊。啊，就这几天，啊，无，这个法会进行，恁王师兄，咱的吼，恁哦，元道啊，地主，啊，辛苦的肾，一个几头啊肾，啊，来病病遐侪年，遐侪年嘞，我看看，哈，后壁几天到位啊，山下足到山顶来。山下足到山顶来，十方足到位啊，几啊世拢足来。嘿，我咧爱做忏悔，忏悔啊啦，爱做水忏，做三昧水忏。水忏呢，你得爱强用去上水忏，上水忏会到位，但是咧欢喜好土，欢喜好土，欢喜好土的时啊，你这会算是。你若一面土艰苦，一面恨，一面错，一面酸哦，哈哈。我咧讲，这个吼未煞，你业愈重，愈艰苦。啊，唔知哦，他差不了啦。结果咧，咱普通一个肾真简单嘛。你一世人，你一世人去做肾要加一倍大吼，无简单嘞。结果是爆炸炸弹，规个总崩起来，总崩起来嘞。军库总一撮撮红记记，军库都红记记诶。这啥嘞？这是叫蒸汽。
精气化落，啊，原来是化落什么呢？晦气。这是业力的，业力的晦气。所以业力的晦气化落出来，忏悔了呢，对内底接落总断掉就对，所有总断起来。这种断起来时啊，你一般人无法度接受。啊，迄当时诶，好挨挨杂杂，我歹插伊，我若插伊，伊也未消，未煞，也未消，吼，好去挨，安尼挨挨挨挨挨挨咧吼，猛挨猛，辛苦猛叫猛叫，辛苦猛叫猛叫，这叫个话话，不要两个话，叫个煞咧，类似所有业力组织咧现出来，组织种爆炸，就是进入精气落咧，所有来拢是只，拢伫伫杂杂滴滴拢伫这个位来。你做一个呢，我来唱调啊呢。唱调是一个欢乐音呢，唱调呢是咱内在咱灵魂内底的欢乐的正念呢，叫烦恼种呢。爱过爱了解这点未？欢乐种呢，藏着呢，呀，藏福呢，你种福呢。所以这烦恼种的烦恼的种子啊，咱都业力，所以辛苦会生病，会生这个病呢。那么一旦你忏悔的时啊，要做一个中行，中行的是做一个佛法。所以这个圆圆珠罗啦，何珠罗啊，圆珠罗就中佛法中出来，中佛法出来的时啊，所以辛苦嘿安起去，好，规个生辛苦，即马就好去。惨爱惨，所以各位啊，你若倒一滴病，倒会艰苦啦。紧来我想，前者我啊，我当时唔对，啥物唔对唔对，我心内乱起嘛好，啊是我要过来拍嘛唔对啊，啊是要创啥啊嗨啊，你滴爱忏悔个唔对啊，失礼啦啥安尼，好啊忏悔，哎呦你安尼你病就好呀。所以真病无有益啊，啊假病嘛无有益，啊药啊有效，医无病人，药啊无病医无病人，这个忏悔最大力量。过这几天呢？好，我姐姐昨规日住子宫癌，子宫癌医生宣布无效，嘿，无效无要紧，无效嘞，这个嘞，无效，我叫爱忏悔，啊忏悔嘞，普通伊当时严重，头毛剃掉，伫电视上未哭，啊有一天嘞，顶礼拜嘞，起来较死个，打入门嘞，看到我就在哭，哭啊妈妈，老师我唔敢哭，佛堂我无礼貌，伫佛祖面头前哭，我上无礼貌就对啦。我讲你一个假哭，哭讲佛祖你也遐戆，你也要气破病。你一个假哭，啊，一个假哭，佛祖未生气，佛祖若生气，比咱较惨，听无？佛祖若会生气，比咱较输啦。哈，因为佛祖呢，这个呢，吼，这个这点就分了，这就分了。好，这个，咱已经分了分了，吼，这个就分。啊，佛在唱里内底呢，如如不动嘛。你若甲哭，我佛祖会起生气。哈哈，那安尼唔对呀。我咧尽量甲哭，哭大大声，哭哭啊。哦，哭才放咱弟弟哭弟哭，迄唔知外人来阿叫咱，奇怪咧，佛是大雄宝殿，咱咧做丧事。啊，就是一直啊，一直哭。内在的发怒是一直哭，一直内在发怒像垃圾，垃圾弟弟，弟弟垃圾弟弟个扣掉去，弟弟扣掉，扣掉咧，哭到咩面翻光。阿哥去叫补食一个药啊，者叫去补食一个吼，即叫做咱的中药粉啊，迄个提炼起来的药粉，食食即摆好有够济啊，好有够济啊，长起规医，起规医咯，子宫癌，吼，所以即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人的忏悔一定呐有忏悔煞是病就会消，若无忏悔病未消，相对的，咱一间厝。就是一个人嘛，一间厝。咱个人外形，就厝个外壳，内底五脏六腑害气，就是咱内底个动线错了，动线唔对起啊。啊，唔对起个时啊，啊也是阿里不达哩买个物件，买几大堆无用个物件，顿顿规厝间，规厝间内底就一部分个阴湿，会害气，会歹气。歹气个时啊，那么你就需要。咱就住着平安，咱需要讲会晓住着足舒服，但是都未舒服。那么这是什么方法呢？忏悔，
哎呦，我这无知无智慧，这个物件我无应该买，就买只囥，干那为着干那顾这个物件，顾到喜欢咯。大家干那计较烦啦，惊欠了世界，然后去用偷摸的，啊，你我就大行就烦咯。哈，啊，这物件都无用啊，咱送人有用的人可以用。哈，啊，衫咱无穿啊，穿袂落啊，人有咧救济，拢在做工地，无伊若无去，咱提好贵个去干那结缘。免惊讲提，又搁提袂红趁钱，足侪人都是安尼。哎呦，我今日伊要提伊卖无？哎呦，你伊卖嘛是做一个功德啊，吼！所以你无必要来甲提提掉，爱甲你忏悔。哎呀，我来只无私，出来这尽量较清净的，较清幽嘞。这就忏悔嘛，安尼你人这间厝就健康啊嘛，厝就健康，咱人嘛健康。所以处想甲人想拢一体，拢合一的，拢不分的。咱人就是将咱人的相嘞，人相。甲畜生嘞，吼、哦！甲畜生嘞，你甲男主一下，啊，也是甲分开。那男主一下食，就是有智慧；你若甲分开，就无智慧。吼、哦，这都是咱人世间，甲咱所住的环境，含一间佛寺嘛，同款。有诶佛寺吼，内底吼，哦，我咧采甲大生细生采甲几间，要迄地主啊咧爬几吨，要甲插到歹，唔知要来要去穿。啊，搁有一个咱附近啊，一间寺，这寺诶，这查某老菩萨、老尼姑、老师傅啊，啊，伊咧，我迄师傅啊，甲种出啊，创十一二米啊，较悬，吼，伊就讲哦，足开朗，足好。结果咧，有一工咧，迄火倒去，当当啦，坐啊，当哭，干呐哭啦，我咧哭啥？烦恼这把火，后摆无人好甲修理，厝悬，烦恼这把电火无人烫啦，海尾无人修理，干呐当来哭啦。哎呦，这老菩萨啊，你那老师傅啊，你那安尼啊？来，迄阵我都在甲落成啊，啊，拄啊在落成的哈，来你讲，讲伊唔知，比我这我悬，内底创跳高三楼厝跳高的，啊，电火嘞，啊，唔知修理。那看到电火就哭，看到电火就哭。我讲你身体来个，啊，你哭完老师，我这目睭这几种雾的了，真简单，你都电火无光，所以目睭会雾啊。我电火无光，目睭雾，一个哭。伊个烦恼，伊个电话无人换，我咧真简单，吼、哦、你简单啦，你吼、哦、甲水电行客啊，我后摆电话若害吼，拜托你甲修理，吼、哦、我较好介绍较好咧，吼、哦、你，吼咧我那无收着啦。你看，会制作，会超度一切，安尼是安那，我会无想，我阿爸叫水电换倒啊，干那倒烦恼。好，我有去遐看，我哦，真正开始起足悬嘞。哦，电火是要换是真困难，我这边换到迄个啊，伊过标较悬，顶较悬。所以咱电影厝内底的物件，咱要用，咱爱适可而止。吼、哦，阿妈讲像咱讲，哦，啊，咱在烘完一个。好，伊个厝创足舒适个，不管是一个囡仔摕嘞、炸嘞，准备要佚佗啊，那垃圾就吃多点，垃圾就搬。好、哦，这安尼来嘞，嘛不对啊。咱一间厝场地理，都是咱的心理，心理都是地理，啊，心理都是人理，啊，心理就是人理，啊，人理就是法理、法理、法大物理的法理。所以各位啊，对这个环境，好个人生啊。拢是爱有相处体会。咱人在世间上，吼，未当是未当独立存在，哈，未当独立存在。啊，即使诶，深山野菇啊，哈，野鸡啊，嘛是无可能单独住伫深山内会当生存。哈，咱有诶人讲啊，我咧山顶，山顶是好修行所在，无毋对，山顶就是讲。我若无咧勇气来接受社会世间遮咧，是艰辛苦境的遮咧，遮会迄个打击的时，我就起到山顶，起到在咧深山内咧，吼，甲人拒绝来往安尼。但是啊，你是拒绝来往，爱有目标。第一咧，你一定爱我要在咧遐忏悔自己，忏悔自己，你才勇气去咧深山内。若无咧，咱每一工咧拢要食人物件，每一工拢要用人物件。你看我一件衫，一件衫，我嘛是爱给人做给人。咱的呼吸的空气嘛是让给人，天地所给人的，
吼，咱的一地条徛一条有土较济，嘛地球所予咱，上天所予咱的因，予咱的德，予咱的，所以咱爱时时来报答，唔是讲干呐，我秘伫深山内咧就解决啦。吼，你看自古以来啦，幸福咧是毋是伫社会上、伫世间咧爬车咧、爬车咧、爬了咧，才开始有成就的。所以啊，咱今日咧爱了解，咱人唔通孤单。爱有把心放开，放开咧，咱就尽量来帮关心他人，尽量关心人。好，安尼我相信咱会真快乐。因为人周围拢有草木种种啦，佮互相相调和的，包括面顶的星，暗时咱无看的星嘛，互咱看。好，嘛是照光互咱啦，即个天地一大慈悲啊，嘛都是咱的气的调和啊，佮空气对流，互咱的生命力。好，即嘛互咱的生命力。啊，今日咧，这风水啊，风水宇宙观啊，希望各位啊，把心境放宽，莫缩小起来。好，咱好好咧领悟，咱若有时间啊，我今日最结束以前啊，讲一点，互各位做参考。恁若要悟道，点点一个坐咧，要看水影嘛好，看水影嘛好，一直看水影，暂时一切都放开，一直看水影，你会开悟，莫悟道。或者是走路看人来来去去，看人在撞撞来撞去，卖开悟；啊是看人在拖三轮车，卖开悟；啊是看人在破茶，卖开悟；看人在烧麦，卖开悟。所以世间的一切啊，拢予咱开悟的，咱就卖去个执着咧，咱就爱个欢喜来接受。甲看作这拢是世间的幻化，咧予咱咧做咱的老师。若是心态有安尼想者，你、我、咱社会会平和，咱心灵会清净，咱来一抓人生，咱都袂白行的。各位不妨用好好啊，那个体验看咧。好，咱今日这节的功课，好到这圆满一个段落。